情长中几多高手，用爱将心去透，就像你透得痴情，胜我一世忧，用气也用天，用几多好计谋，道德放心，然后自尊脑后，为什么忍心如海，用爱添我忧，剩下我痴痴泪流，未解心里忧，伴着种种苦共甜，为君一生去守。宝兄，请你不要冲动啊，有事可以慢慢的商量啊。啊，慢慢说，我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。我洪豹不出声，你就以为我是孬种啊？你以为会像我爹那么听你的话吗？宝兄啊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呀。哼，你简直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头。你勾引我老婆，我已经在忍着了，你我还怕你是不是？啊！你们得寸进尺，居然住在一起。宝兄，你不要听人家破坏呀。那我是你的干爹呀。干爹？广州哪有人敢中伤你呀？啊！和那个贱人，先对付我爹，再来对付我。你好狠毒啊。宝兄啊，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呀？你想吞我们洪家的家产？你这你就说错了啊。那你现在的财富我已经占了一半了，我又何必那么做呢？一半？一半你会够吗？你上面有个陈主席在看着你，你只可以管赌而不可以开赌，你铲除了我，就可以用小丽的名义独揽全广州的赌业，我没有说错吧？宝兄啊，这你就看错了我了。我霍万亭是顶天立地的人啊，而且我和你爹又是世交，我怎么会谋夺他后人的财产呢？况且我行走江湖大半辈子了，就算我有不良之心，但是我也不想有不美之名啊。你就是有不良之心。我住医院的时候，你和那贱人合伙想毒死我。你误会了，这件事完全与我无关，可能是你的仇家干的。我的仇家就是你。你这个老家伙，你快叫那贱人滚出来！宝兄啊，他真的不在这儿。那，你可以到处去找啊。哼，你带我进去。好，宝兄啊，问良心呐，我对得起你。你想到哪儿去找，我就陪你到哪儿去找啊。好，你走啊，走啊。我认识这个是我老婆的，你还什么好说？过去，走，打开它，啊，打开它，不用了，
我在这儿。你打算把洪豹的尸体怎么处理呀？我已经叫人把他的尸体放回他的车里，然后把车推上山崖，算是弃车失事死的。搞干净。咦，我给你们读到新闻啊，赌月巨子洪豹不幸撞车丧生，你因老父逝世，父子情深，不堪思念而自杀。哼，真是和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啊。两位师父，洪豹已经死了，你们的仇已经报了一半了。但是还有小丽，她才是最厉害的角色。哦，洪豹原来还是什么华商会的名誉会长啊。不错，所以我这个马来亚华商会代表陈沙巴明天也要去殡仪馆给他鞠个躬。哼，真好笑，仇人死了居然还要给他鞠躬。阿珍，下一步怎么样？当然是对付卓力了。但是卓力和霍望田的关系那么好，只要我们一动，霍望田肯定会出面的，而且他可能会调动军队，我恐怕……放心吧，师父，你徒弟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一鞠躬，二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属谢礼。嫂夫人，节哀顺变。请留步，一鞠躬，二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属谢礼。啊，洪太太，我来给你介绍，这位是从马来西亚来的华商总会的代表陈沙巴陈先生。陈先生。洪太太，节哀顺变。里边请，随便坐。洪太太，洪太太，听说你想和陈先生合作开橡胶厂是吧？有这个可能，不过我想先了解一下他的底细。你知道了，一个女人还是小心一点的好。啊，这是对的。据我所知呢，陈先生，他是在马来亚长大的，他的祖宗三代都是在马来亚。三代都在马来亚？是的，他的原名呢就叫做陈伟业。他还有没有别的名字？哦，有。叫什么？叫陈沙巴。你知不知道他以前是不是在广州住过？据他所说呢，他说过这是他第一次到广州来。啊，这洪太太，我看你大可以放心。陈先生呢，他是马来亚总商会的代表，也是马来亚什么橡胶大王，我看他在信用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
还有啊，洪太太，我们华商会呢就准备筹款盖建医院。陈先生他也答应了，说他到时候会捐钱出来响应的。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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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走，洪太太，私人包厢来了一个生人，一直手风都很顺，我怀疑他是个老千呢。阿白，一个，阿白，来。五千，不二。五千就五千。花。四条九。了不起，了不起，不好意思啊，是你的，哎，了不起。陈先生，听说你今天的手风很顺呢。是排旺。既然陈先生来了，我们做主人的应该好好的招呼你。最好的招呼就是和客人赌一把呀。好，我们单对单。你想怎么赌？一张张的发太麻烦了，不如就发五张。好啊。怎么玩法？五万块。好。哎，四条 S， 不知道能赢吗？陈先生，你赢了。我的运气好。不过好运不会永远跟着一个人的。我也这么说，占上风的人也未必永远占上风。是。阿雄，马上到账房去支五万块给陈先生。谢谢洪太太。再见。再见。阿深。难道不是他？王主席，我们还等哪一位啊？哦，对不起啊，我们还要等一位陈沙巴先生。啊。他也来开会吗？哎，是啊。哦，来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让大家等了。哎，陈先生，请坐。啊，好，好的。陈先生，嗯，好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可以开会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这个会呢，大家也知道，我们是为了筹备盖建医院的事情，已经筹备了有一个多月了。所以今天呢，在这个会议上，我希望呢会有决定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呢，就是我们要知道筹款的数目，还有我想知道各位善长人翁能够捐款多少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我们的会长洪豹先生，大家都知道了，他最近去世了。我们今天要决定选出一位新的名誉会长。新的名誉选哪位？哎，各位，哎。大家静一点啊！那我们选新会长的办法呢是很简单的。今天呢，在座的各位将你们认捐的数目呢写在纸上面，还有你们的名字。也就是说，认捐最多的那一位呢，就是我们的新会长。大家有什么意见吗？这个办法不错，这办法不错。如果各位没有什么意见的话，请大家写下来。
哎，各位，我现在把各位所写的呢就宣布出来了啊。鸡鸭鹅公会的梁会长呢就捐10000块。这张呢就是棉花公会的林会长8000块。轮船工会的赵会长呢就是15000块。哇哇，不错不错。橡胶工会的蔡会长是20000块。哇，哦，下边的这一位认捐的数目是最多的了，就是我们的洪夫人卓丽女士捐的30000块。啊，这张。是是是，马来总会的代表陈沙巴先生捐的4万块。是捐款最多的一位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的新的名誉会长呢就是陈先生了。哎，陈先生，感谢你这么慷慨解囊。王主席，你太客气了。有几句话我想跟大家说一下。我不是本地人，根本就没资格做名誉会长。我想最适当的人选应该是卓丽女士。不知道卓丽女士意思如何呢？阿生，怎么你一个人躲在这儿呢？好，卓女士，你跟我说话吗？我们又不是初相识，怎么这么见外呢？叫我卓女士啊？当然不是初相识了，我们见过几次了。阿生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现在真是会做戏呀、一会儿是赌场豪客，一会儿又是商会代表，现在还装傻充愣。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你想用对红报的方法对付我，让我疑神疑鬼，然后乘虚而入。不过你别忘了，我是北迁王的养女，卓一夫和罗四海都是败在我的手上的。周女士，我真的像你说的那个人吗？你还记得红莹莹吗？莹莹她死了。也许你真是陈沙巴先生了，当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卓丽，你本事，你识穿了我。其实莹莹并没有死。是，我是谭生。不过我这次回来，是想过新的生活。那为什么你要把名誉会长让给我做呢？表示对你无恶意吗？那你改名换姓那又是为了什么？人呢，有时候喜欢改变一下，有时候戏子做腻了也想做做商家，就像有人洪太太做腻了也想做霍太太一样。请你不要乱说话。卓丽，这个世界人人都想往上爬，大家相安无事那就最好了。他跟人家说是陈沙巴，对你呢就敢承认是谭生，看来大不了还是想做个老千。不会这么简单。谭生用40000块投到一个会长，然后又让给了我，一定有问题。你是不是怕南北迁王背后有什么诡计啊？我是这么想，如果他们俩真的联手，我们很难对付的。还有，阿生好像脱胎换骨似的，
完全不一样了。我已经派人到处去调查过了，但是的确没有人发现他们在广州出现过。我想他们一定不会在广州的。我怕等你查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。我看暂时也用不着担心，一个谭生能搞出什么花样来啊。你不要小看了他，人是会变的。最近几次我看着他的眼睛心里就有点寒。哎，这边好啊，弄好了。是，对不起，请问你们总编辑曾先生在不在？哦，那间房。谢谢。进来。曾先生，不耽误你吧，我是马来亚总商会。你陈沙巴先生，久仰久仰，请坐请坐。陈先生，你不用介绍了，最近你的名字和你的照片天天上报，那明天又有你的头条新闻呢，题目就是马来亚总商会乐捐40,000元建医院，陈先生你前来有何指教？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。好，什么事啊？你别问，你只要知道酬劳是5000块大洋。5000大洋？岂有此理！哎，岂有此理！小丽，你看。《月华日报》的这篇特稿《羊城名流情史》，这里面的两个人分明就是影射你跟我嘛。男的叫霍千里，女的叫张丽丽，张丽丽是霍千里干儿子的老婆。哼，他们两个不但是上了床，他还把他老公陆虎也给害死了，连他的赌业也给霸占了，真是混账。你看，要是让陈主席知道了，我有多麻烦呢？月华报是什么人做后台的呢？竟敢惹你？哼，我不管他是谁做后台，总之我不想再看见这篇特稿，我要让他的总编辑消失。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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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姓曾的跑到哪儿去了？他回老家了。你说什么？他昨天接了电报，说他妈病了，他跟着就帮人请假，就回老家了。你这次的一招可真是用得恰到好处。我想霍万廷和小丽这次真是难堪呐。阿生真是孺子可教也。这是卓先教导有方，不过千万不要赞坏了他。两位师傅，哎，说到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我不是曹操，我是谭生。那你比曹操还奸呐。阿生，那个编辑现在在哪儿？我给了他一笔钱，全家已经连夜走了。这就行了，免得连累他全家。这一次不单是卓丽没面子，连霍婉婷也没面子，他们还不如让我杀了浩哥呢。阿生，杀他们不是那么简单。就算简单，我也不会这么快下手，我要让他们尝尝被人折磨的痛苦。我姐姐呢？啊，她排戏去了，你找她有事啊？我们刚刚开完会，关于筹款的事，我想请姐姐去演台戏。哦，是吗？嗯，下个礼拜，我想给姐姐开个记者招待会。大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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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，笑笑啊，笑一笑，笑一笑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来再笑啊，笑一笑，笑一笑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啊，笑一笑，笑一笑，好，笑笑。啊，对了，小唐姐啊，你对于这次的义演筹款，你自己有没有信心呢？我很有信心。好好。因为以往的几年我们也有过类似的义演，嗯，而且有很多观众都很捧我的场。那你打算唱哪出戏呢？嗯，唱我自己的拿手戏《穆桂英》。哦，穆桂英啊，你说你这次筹款会不会打破你三年前的记录呢？是啊，这我就不敢说了，不过我很想啊，希望各界善长文翁多多支持我啊。那你打算筹到多少钱才是你心目中的理想数字？是啊，是啊。我想这个问题应该由王主席来回答就最好了。好，王主席，哎，请你太太呢。这一次呢，我们希望能够筹到20万。哇，20万啊，花了这么多，那就是要比去年多5万哦。是是的，不过我们很有信心。那今天在座的各位善长人翁呢，就认捐了已经10万块了。哇，10万块呀！陈沙巴先生已经是捐了4万块了。啊，陈先生捐了4万块。啊，这位就是陈先生，就是陈先生。来，照着下好不好？下了。我可找到你了，你这个贱人还开。怎么回事？走开，走走走走，还急着招待会啊！我要把他的丑事全抖了出来。干什么干什么的？喂，你不要在这捣乱啊！我在这捣乱，我结婚的那天被人捣乱又怎么样？你们听着，我贺川是谭小棠的老公。哇，老公！几个月前我们在澳门结婚，他带着一群人来捣乱，他骗了我的钱，还跟人家跑掉了。你们别以为他好清高，我呸！哎，朋友，我们还在这做生意，请走。我不走，我要说完了才走。我，你是不是想说话呀？啊，等我们开完了记者招待会呢，我让你说个够，好不好啊？不行。我说完了才走。你们记者们听着，谭小棠是个老千，啊，你们指望着他筹款，你们小心他和他的同党把钱都骗走。你这个神经病啊，胡说八道，赶他走。我不走，不要胡说。哎，小段，小段，哎，到底是不是老公啊？各位，哎，那个人是个神经病，请各位给我点面子，哎，别报道这件事啊。哦，是这样的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杀了我！杀了我！要不然我接你们，走，快点，你们。朋友，怎么样？你也别太过分了。我认识你，你们全都是老千。哎呦！走，放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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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。罗伊夫和罗四海的。姐姐，姐姐，师父，阿生，贺川怎么会突然在广州出现呢？他的出现在我的计划之外。那我们下一步呢？这样的话，阿生，我觉得我们欠贺川的已经太多了，不要再伤害他了。没人要伤害他，但是在必要时，我们一定要自卫。阿生很对。阿生，总之我想看见贺川能平安地回到澳门，如果有必要时我亲自劝劝他。你这么有把握？那好吧，那你就快来劝我吧，我一直在跟着你们。贺川，你听我说。你住嘴！死瞎子，我今天要跟你公平决斗。贺川，
你要是再这么放肆，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不客气。哎，不要打！阿川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你刚才也看见了，我要是不杀他，他就会杀我。可是，不要可是了，趁着现在没有人，快把他的尸体扔到海里去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！谭小姐，冷静一点，这要是被他们发现了，想跑也跑不了了。阿生，来。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我不想看啊。一，二，更。姐姐，小凡，事到如今，也没有办法了，还是回去吧。是啊，我们回去吧。你没看错吗？不会，我亲眼看见谭生开枪杀死贺川，还和卓一夫把他扔到河里去，我才走的。好，你马上通知派出所去抓人。是。这就是花印堂的家，给我进来。你们大致搜。搜过了，没有人呢。不过火炉还有火呢，可能走了没多久。那码头和车站呢？你们一定要给我看住了。就这么说了。这次啊，他们插翅也难飞呀。我刚才就以为他们跑不了了，我怀疑派出所里有他们的人。真傻呀！派出所里十个有九个是我的门生，我看他们不敢这么做。这次罗斯海和朱一夫要是再落到我的手上，我一定让他们不知手残废眼睛瞎那么简单。告诉你吧，你们抓了谭生，让他们不要难为他。你为什么那么疼他呀？不是啊，我想亲自对付他吗？你这次真闯祸了，幸亏你买通了警察厅的人通风报信，要不然我们就一晚成情了。姐姐，你怪我？现在再怪还有什么用呢？不过我看你们这次想报仇就很难了。阿生，不要怪我说你，你这次真是太意气用事了。哎，各位，房子我已经收拾好了，你们随便休息吧，啊，千万不要客气啊。姐姐，先去休息一下，然后再做打算。来吧，四哥。
看吧。小辉刚刚睡着。啊，对了，捉到谭生没有啊？他们全跑了。其实，我也希望阿生能逃出去。他始终是小辉的爹。这是冤孽。当年你和他有了小辉，那个红豹还以为一直是他自己的呢。太太。有个人说是谭生的朋友，他想见你啊。是你。我知道你想找谭生和卓一夫他们，是不是啊？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？只是知道，不过。你要多少？一万个大洋。好。放心吧，这里这么偏僻，不会有人跟来的。啊，我要先走一步了啊。好啊，你别失场，快点去吧。哦。伙计啊，再给我一碗馄饨面。啊，姐姐，你不舒服，就跟师傅先走吧。好吧，你也累了。四哥，我扶你。我们先走了。哦。胖子，你对不起了，钱呢？说什么也比朋友要紧。你这个王八蛋！